美国国会已经彻底取消了对进口商品的制裁，我们的肾宝在美国市场全线飘红。好啊，好消息啊，比我想象的时间还短。不错，南花厂的势头会越来越好的。股份制改革要抓紧，我们要在 HRD 项目启动之前把南花厂变成我们自己的企业。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国家是支持的，但又怕国有资产流失，这样就制定了许多相关的政策，条件很苛刻，对我们很不利。现在我们虽然已经有了51%的股份，但南华名下的子公司太少，中监会在这方面有具体的要求。再有就是我们南华所涉及的领域有些过于单一。没关系，集团化以后我们应该在房地产、娱乐行业都有所投入，日本那边也要多和他们沟通。对了，那个娱乐城现在什么情况？房地产公司顶多是需要一个资金和资质的证明，但娱乐业需要办证，这样就必须要经过公安局和文化局。童飞过去了吗？那已经去了。一会儿你跟童飞一起跟贾局长说。好。反正不能检查。什么？来来来来来，我以水代酒啊。好，嗯。哎，来了，快快快，嗯，慢慢喝。尝尝，我做的鱼怎么样？哎，怎么样？嗯，不错，不错。多吃点啊。啊。吴玲，嗯，这是几号？5号吧。是小护士生日啊，哎，你得去看看人家去。我看你啊，还是别操心，说不定小辉这阵儿正和南华制药厂的人在一起呢。谁呀？就是你常说的那个叫什么？啊，郭林。
郭林。嗯。小慧儿真的跟郭林在一起？我今天在医院还见郭林拿着东西去看小慧。不是，那怎么会呢？哎呦，你就别问那么多了，人家的事儿你瞎掺和什么呀？不过，我觉得小慧有点不对劲儿。慧玲说：“你跟郭林还有来往。”我跟谁来往，关你什么事吗？小慧，你不知道郭林的底，他……他是什么样？我不想听，也不想知道。小慧，你听我说，跟文成一块炸死的刘成仁没死，死的是他的兄弟。刘成仁没死。对。前段时间我听李小军说，甚至连这个 HRD 项目都郭林一手策划的。后来我就去了刘成仁老家，发现他没有死。小慧，我向你保证，我一定抓住刘成仁，找到真正的幕后凶手。我们整体重新装修了一下，音响设备是蓝海水滴流。过两天剪彩的话，你是不是要出席一下？我就不来了，也让童飞通知文化局的徐局长、市局的贾局长，还有开发区的王主任，让他们剪彩就行。可他们要问起来，我们怎么说？就说我出差嘛。另外，还有几件事我跟你说一下。第一，我看了一块地，你把卖旧机器的钱投到那块地上。第二，现在厂里运转没有问题，把剩余的资金通过 B 股市场全部兑换成美金，然后打到我们日本的分公司上。还有，现在我们的肾宝在美国市场全线飘红，药材原材料的问题一定要落实。明天上午我去一趟兰屿县，找当地的牛老板把原材料的问题谈定。你通知腾飞，让他跟我一块儿去，他公关很有两下，让他准备一下，说不定要喝两杯。好的。穿这么漂亮，干嘛去啊？你猜。不怕着凉啊？谢谢关心。郭林发现和童飞打招呼的小伙子非常像南华厂原财务总监熊昌权，这引起了他的注意。你男朋友啊？不是，他是我对面一邻居。今天挺漂亮的。注意到了。我还以为你一门心思都在南华厂呢。
刘成义已经自绝于人民，而眼前这个既贪财又好色的刘成仁比他更凶残。一个罪恶的计划已经在他的脑海里形成了。郭总，您又不喝酒，也不知道今天您的饭吃好没有。吃好了，吃好了。佟小姐不是替我喝了吗？蓝海离这儿有几个小时的车距，不能两个人都喝吗？顾总，要不我叫我的司机送你吧？不用不用，我自己开可以，没问题啊。牛老板，就是原材料的事情你要多费心，给我一个保证好吧？您打远来这事情您放心，没问题，包在我身上。好，那就这样 哎，佟小姐没事吧？没事，挺好的。下回一块喝啊。哎，好好好，慢走啊。哎，刘布啊，没事，哎，再见再见。交通管制，向左这边。好些了吗？啊，我真喝多了，笑死我！来，我扶你上车。嗯。我的手机也没信号，怎么办呢？一会儿就回来。别出去了啊！
我们听音乐吧。车打不着火，电瓶也没电了，怎么听音乐？哦，那就唱歌吧。我想偷偷望呀望一望他，假装心上心上一瓶花。说你给我拖死你！我可是用双截棍，双截棍。好了，我唱完了，该你唱了。我不会唱歌。我都唱完了，我跟你唱了。我就不信你从小到大就没唱过歌吗？唱一个嘛，求你喽，来。美丽的夜
挺好的，挺好的，真的。美丽的夜色多沉静，草原上只留下我的琴声，想给远方的姑娘写封信，可惜没有邮递员来传奇。来来来，快说那故事，说那故事啊，说那故事。在这儿睡啊，那我陪你一起，往过点，往过点，雪，雪，咱俩，现场发现两个受害人，一男一女，女的22、23岁，我们到现场的时候已经死亡了。男的嘛是刘建平。刘建平？对。他怎么会在这儿？不知道。伤得怎么样？已经送医院了，是木棍猛击头部导致昏迷，现在情况还不太清楚。待会儿看看。说是两个人作案，即使是两个人，那也绝对不会有刘建平啊。那他为什么会在现场？我听他媳妇儿讲，他临出门的时候接了个电话，现在刘建平处于昏迷状态，医生说并没有什么大碍。死者是南华制药厂的职工，叫吴小丽，昨天夜班晚上回家途中遇害，发现刘建平时他一手握着死者的东西，一手拿着凶器，经过鉴定，凶器上还有另外一个人的指纹。
至于为什么会出现在刘建平手里，我分析是罪犯杀害女工之后将凶器放到刘建平手里的。那罪犯的动机是什么？从刘建平的伤势来看，他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棒击的，现场没有搏斗痕迹，可能是犯罪嫌疑人在袭击刘建平的时候偶然遇到了女工。如果是有人想报复刘建平，那为什么没有下死手？如果刘建平不认识那个女工，他的手里为什么提着女工的东西？看来只有等建平醒过来再说了。最近发生的这一连串事情都和南华制药有关，这不应该是巧合吧？哦，对了，我听刘建平讲，刘成仁想报复他，会不会是刘成仁干的？平姐，把凶器上的指纹和刘成仁的指纹对比一下。是，我现在就去做。你有刘成仁的指纹吗？当时在415事发现场，我采集了刘成仁的指纹。那不是刘成仁的，是刘成义的。415现场死的是刘成义。哼，刘成仁、刘成义这段混乱兄弟，都把我搞糊涂。局长，要不要对刘建平采取保护措施？那你派个人去吧。小赵，你立即赶到医院去。好的。黄明祥，你不要像刘建平一样，什么事儿都往郭林身上扯。上次柳东的案子，他就抓住郭林不放，结果怎么样？他一下捅到人大去了。南华制药厂在咱们市是个有影响的企业，人数又那么多，出点事儿那很正常嘛。但是你不能把这些事儿都往郭林身上扯，知道不知道？知道了。家驹，刘成仁的事怎么办？我们要不要通缉他？不能通缉，那样会打草惊蛇，反而让他溜了。如果这次他真是冲着刘建平来的，那反而为我们抓他提供了方便。可是如果不通缉他，刘建平就会更危险。如果那一棒打得再重点，建平可就……做刑警的都是提着脑袋干，不光是刘建平，你我都是。那要不要采取其他的保护措施？你不是派小张去了吗？我敢肯定，刘建平得把他赶回来。我比你了解他，生性倔强，简直没法和人相处。415爆炸案，如果不是胡文成，那死的就是。文成的死对建平触动很大，他当时跟我说过，他都有退出警队的心思了。这是当时，你看看现在。老师，我出去一会儿。买点东西行吗？你去吧。嫂子。哎，小张，你怎么来了？没事，我去看看刘队。那好，我先出去一趟。嫂子走了。哎，护士，他怎么样了？没事的，休息休息就好了。哦，那麻烦你了。张，回去吧。
刘队，不要说话了，好好休息吧。刚才我感觉好像有一个护士给我打针，怎么就不打了呢？啊，刘队，到了医院呀，你呀，就好好听医生护士的话就行了。这儿，我知道是您想派你来的，您放心，我没事儿。我是个警察，不用别人保护。回去吧，啊。那刘队，我就走了，你好好休息啊。好。是不是刘长人干的？我也不太清楚，但是我感觉是。那个女工又是怎么回事啊？那天我看见那个女工把东西掉地上了，完了我就捡起来追他，再后来想不起来了。也怪可怜的，那个女工死了。死了？狗日！说你这只鬼怎么老是阴魂不散的呀？你不也一样吗？你是不是一直在跟踪我呀？我告诉过你，在我跟刘建平的恩怨没有了结之前，你不能动他。就凭你？对。我也告诉你，谁要是阻止我杀刘建平，他的下场和吴小丽一样。熬的鱼汤，给谢。以前没听说过你跟谁有信件来往吗？慧玲，啊，赶快叫明香来。怎么了？啊，快去。哦。
看。哦，我是15号病床的家属，在陪护呢。哦，这是10到12号病床。啊？哦，对不起啊。哎，走路轻点，病人睡着了。哎，好好好。吴小丽是什么关系？男女朋友关系。她出事的那天晚上之前，你们都干了什么？那天她下了夜班，我让她到司机班找我，我俩就……后来她看我太累，就自己回去了，我也就回家了。你们分手以后，她再给你打过电话吗？没有。她走的时候都拿了些什么东西？他说他妈妈第二天要过生日，就买了些乱七八糟的东西。他有没有跟别人结怨？他这人平时挺老实的，不应该和谁结怨呀。那先这样，以后有什么事儿我再来找你。好啊。郭总，吴小丽被杀了，凶手把凶器放在了刘建平的手上陷害的。刘建平呢？被打晕住院了。谁跟他有那么大仇啊？干警察的有一两个仇人也正常，可问题的关键是，像这种事一般打一顿报复一下就完了，干嘛要制造这种现场呢？伤害警察是重罪，可公安局并没有什么行动，我看这个事儿没那么简单。吴小丽家属知道了吗？啊，工会的汪主席已经去了。这样，你跟公安局交涉，有什么情况随时告诉我。好的。喂，周小慧吗？哦，我是郭林，你现在忙吗？不忙，怎么了？啊，没什么事儿，想约你出来坐坐。我不是说过了吗？我今天没时间。你别再催我了，好不好？就这样吧，啊。郭总，你去哪儿啊？我去医院看个朋友。你看，这就是寄给刘建平的照片。照片上就是刘成仁。看来刘成仁确实想杀死刘建平，因为当时听到什么动静，没有来得及下黑手。可以断定，是刘成仁做的。可是你想没想过，这照片是谁照的？可能是某个路人吧。路人？那他为什么没有寄到公安局，而直接寄给了刘建平？那他就是认识刘建平。哎，那天报案的不是一个喝醉酒的人吗？对呀。先把刘成仁的照片放大，在全市通缉他。那建平怎么办？他的处境很危险。你看着办吧。
请问你到哪儿？南海医院。到了。不用找了。就是有点饿了。哦，那你先去吃点东西，这交给我就行了。哦，那太谢谢你了。哦，不客气。那我去了。嗯，好。